南北文化差异大，医生同学居然对他这样做。像我们这样骑摩托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坐后座，像我那个同学，他当时就是这样做，就跟他讲说，哎，你的那个手不要放在那个地方。他就沉默了几秒，后来你知道他这个把手放在哪里？他就这样缓缓抱住。TVBS 欢乐台42频道晚间12点上班这档事。